Hello， 大家好，我是灰灰，我现在在福州的同学家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带你们看一下福州正宗的粽子是怎么包的，还有整个包粽子的流程，也要采访一下我这位同学的老婆，贤妻良母型的一个女子。小时候啊，看那些爷爷辈、奶奶辈包那个粽子啊，他们都用筷子，就是在卷粽叶的时候，把这些糯米放进去，筷子放在里面戳戳戳戳戳戳两下，试图把粽子这个馅儿啊，放这个粽叶里面把它戳紧。其实现实中啊，包粽子根本不用那个筷子的，你看这样用瓢羹戳两下。然后把粽叶卷起来，最主要的一个技巧，把粽叶包紧实了，然后用绳子把它拉紧，这样子就比用筷子戳那个粽子里面的糯米馅紧很多很多。你看人家拉这个绳子的时候，手臂上青筋都拉出来了，说明这个包粽子还是个力气活啊。你早上这样子几点起来包的？这里早上6点多就起来了，就在差不多7点那样子开始包。哎，这个包好完以后，粽叶还要拿剪刀把这个碎的剪掉，是不是？嗯。才好看一点。是为了美观哈。嗯，美观。哦，还有这个粽叶，粽叶是提前一天泡的吗？没有啊，当天洗就可以了，但是要放在热水里面捞起来，捞软。哦，焯水。烫软。这种干的粽叶，那个一斤是多少钱？23。竹叶还挺贵的，竹叶一斤23啊。但就是它干的，就是了，一斤还挺多的。有没有算过这个一斤的竹叶能包几个粽子这样子？就是平均要2个叶子才能包一个粽子吧？嗯。粽叶在福州话里面还可以用来比喻一件事情，就是。你掺和一件事情没有得到好处，最后惹了一身烧。用福州话粽叶也可以讲，大爷叫毛线在落台烧片。要拧紧。福州的，我们南方的这边，小粽子，只能说福州的这边小粽子，它以粽子的紧实度，跟那个含碱量，还有馅料，作为一个那个包粽子的一个标准，不像北方或者广东那边的那个粽子，他们粽子是那种没有攥紧的，就是用芭蕉叶或者竹叶拿去包，包完以后一根长长的，它只是把那个糯米跟馅料放在那个粽子里面包一下，尝一下，没有把它攥紧。那样子蒸出来粽子是很软烂的。像以前我在广东中山的时候，中山那边有那个泸兜粽，那个粽子就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反正就是根据当地的食材来界定这个粽子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还有包粽子的方法，比如像北方的，他们就在粽子里面放红枣。他家里包这个粽子啊，准备的非常充分啊，而且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做，不像我们这种自己家里包3-2个包来吃啊，那就随便，什么时候准备都可以。他那两个有用不用？你去哪买五两个？米呀。哦，米买了50斤呢。嗯。那天我看你买那个干的那个粽叶，干的粽叶买了多少钱？
一大包那个？它一斤23块钱吧，那一包就大概110啊，那就买了110了。光买这个叶子就买了200多啊，买了两次啊。哦，买了两次啊。一共买了200多。那糯米还买了50斤。嗯。糯米便宜吧？糯米3块钱。嗯，2块7，2块7。哦，糯米2块7。买了一袋50斤，135块钱。肉呢？肉买了，肉跟香菇买了199。肉跟香菇买了200块啊。嗯。这个还没算花生啊，什么红豆啊、绿豆啊，那都没算。花生那天红豆买了一袋35块，花生就不用说了，花生也买了几斤了。那有没有算过这个包了这么多粽子的总成本是多少？所有的食材都加起来有啊。有大几百块哈。有啊。估算一下大几百块，有包多少个粽子？估算不来。他说我们估算了一斤的话包不了10个，大概8个那样子，一斤大概8个那样子。一斤糯米8个。嗯，一斤的糯米大概就只能包8个粽子那样子。正常的是2个竹叶。然后包一个粽子，如果叶子更小的话，有没有可能3-4个竹叶包一个粽子？有啊，就要3个。哦，要3个是吧？要不然太小的话，包出来的粽子太小了。那有没有可能是？小的呀，就要3叶。哦，3叶叠起来。小的呢，就要3叶拼起来。哦。粽叶越小的叶子越便宜吧？没有一样的，称斤啊。哦。所以根据地方的食材不同，包各种粽子。可能长乐啊、连江啊、福清啊那边就是沿海的，那个比较多，可能鲍鱼放进去啊，干贝放进去啊，虾仁啊，还有蛏干啊这些。可能到了大连，可能就海参搞进去。嗯。所以现在包粽子也变得很卷了，你知道吗？家庭好的，那可能就放了比较名贵的食材；家庭条件一般的，可能就花生，好吧，白粽，这样子包一下粽子吃一下。应个景，就是端午节到了，我们家也包粽子了，知道吗？这个太卷了，那个。现在我来做一个剪叶子的工序。哎，这个不要剪的那么贴合吧，随便剪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是。哦，还有一个问题哦，这个剪的话要平着剪，不能斜着剪。斜着剪的话，它粽叶那个叶子啊，斜着剪的话，这个叶子梗啊会很尖。到时候放在锅里煮的时候会刺到这个粽子，会刺破掉。哎，对，要平着剪。这个整个大家族就这两个劳动力，他们会包，其他人完全都不会。我想过去哈，这个包粽子这个技能，我问一下，这个技能你小时候是做学生的时候还是做女孩子的时候跟你妈妈学的吧？应该。嗯。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包，十几岁当时好玩啊。哦，说，哎，学一下，以后，那大人再包，我也想去学，学一下，然后结果一学就会了。是跟你妈妈学的吗？嗯，我妈不会包。哦，你妈不会包，是跟那个奶奶学的。嗯。哦，隔代的那个传承，知道吗？到妈妈，她妈妈那代漏过去的。那一学就会了吗？嗯，学，当时包刚包的时候也是包的不好呢。啊，那慢慢变好了嘛。就包的多包。就会变更好了。你有没有问过你妈为什么你不学着包要我包？妈说我会包就可以了。哦，也可能这样子。用我们福州话讲，就葫芦娃里那么着，这个哪有东西是学不会的咯？想学认真学应该是都会包的，知道吗？然后自从你学会完以后，以后每年的包粽子就变成你的任务了。对，就是你很多人排队就哦，很多人排队呢找你包。嗯。然后也一般都是义务。一般义务。当时我家里有开店吗？不是他们都去我那里买食材呀、啊。哦，有开那个食杂店。嗯。然后糯米去你店里买。叶子啊。叶子也在你店里买。嗯。然后也叫你顺便帮忙包。嗯。把洗碗拿过来啊，叫他帮忙。Thank you.
家，他在那个学校里面啊，他说那高三的孩子啊，都全体包粽子，学包粽子哦，地狱包粽，哦，考试包粽。他得。现在放高压锅里面，那个粽子码整齐，码平平的，然后加水进去。现在我们把粽子放在高压锅里面压，然后这个高压锅是大高压锅，加上水，最少有50-60斤，有这么重，这个高压锅非常大。然后呢，要压多久知道吗？因为糯米是生的嘛，啊，里面还有肉啊、香菇啊这些东西，压高压锅最少要压1.5小时，才能把里面的粽子里面的糯米跟里面的食物蒸那个压熟，压熟完1.5小时放凉完以后，把粽子拿出来翻一面，接着再继续用高压锅压，再继续压1个小时。然后等放凉完以后拿出来，这个粽子才可以吃，才算完全成熟。就是说等于那个高压锅把粽子压好一次要3个小时左右，所以制作粽子这种量大的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觉得上街上去买一个粽子啊，1块多、2块钱、3块钱，那工序是非常麻烦的。然后煤气之后烧3个小时烧一锅，又用多少煤气？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就是得亏是在自己家里做粽子，要去外面做来卖的话，这完全合不到成本。我们刚才说的只是那个成本的损耗，就米啊、煤气啊这些东西，你还没算人工呢。那包的时间那么长，跑不来。懂吗？这是普通人家包的粽子，你看怎么区分它粽子的那个内馅呢？就是里面有什么啊？人家做的很好，看见没有？这个绳子是白色的，然后这个绳子是绿色的，这个是红色的，每一个绳子代表里面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这白色的就是白粽，里面只有糯米，就纯的糯米粽白粽，用来沾白糖或者沾蜜汁，这个是最好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花生粽，然后呢这个呢就是红豆粽，用红绳，看到外面正在包的是肉粽、咸粽，他家里就包4种粽子。为什么要包这么多呢？因为家族比较大，吃的人多。其实对我来说啊，这个粽子包这么多真是非常累的，要自己吃的话我宁可去外面买一下，也不让你自己包这么多。这就说到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能力越大，你的责任就越大。特别是对于包粽子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你包得越好，你就包得越死，你就包得越多。因为每次别人收到你包的粽子，肯定是赞美嘛，夸奖，哎呀你这粽子包得多好啊，包得多硬啊，味道有多好啊，然后粘稠度有多好，那糯米有多好，反正就是一番夸奖。到来年人家这个端午节又想到吃粽子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你，哎怎么样，今年有没有包粽子啊，再给我包一点。然后因为是亲戚朋友嘛，可能你就收个材料费、人工费，你就算了，就不好意思收人家人工费嘛。这样子你的那个事业版图啊，不赚钱的这个事业版图越扩展越大。这个它绳子是白色的，这个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拿过来先试一下熟了没有。他说试一下熟了没有，我看先试一下味道怎么样吧。我们现在把它剪开，粽子开箱。这是包得非常紧实的，你看绳子把这个粽叶勒痕能看到吗？好，大家看一下熟了没，不一定能够好了。哦，这样子看熟没熟，你看中间那不是试吃吗？透了没有？哦，好，你尝尝看一下，透了，
这样你看捏起来就可以了、哦、OK 了。这就是熟了是吧？嗯，熟了，尝一口看一下。好来，这拿去拿蜂蜜拿去蘸一下，蘸一下很好吃。啊、哦、，OK。阿才，我这是。呀，好香啊，好香那个碱的味道。然后这个就是高压锅压两个小时的结果，而且粽子还是这么小的，如果大的粽子的话，那更是高压锅压得更久。但是打开的时候那个粽香味啊，竹叶的味道非常浓，还有那个碱的味道扑面而来，咬、哦。大多数人包粽子失败的原因，不会包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包的不够及时。是不是这样子？嗯，没错，是这样子的。像调味啊，这个它有公式的，几两米放多少碱，放多少那个肉花生，这个倒是有公式，好学。然后难学的是手艺，把这个粽子包紧，然后放在高压锅里煮，它不会烂掉，不会就散掉，变成熬粥、熬糯米粥，这个是关键的关键。很多人包不会就失败在这个点上。它不像之前我在广东中山那边的那个泸州粽，它把调料味道调进去，然后糯米放进去，它卷吧卷吧，把扎牢，然后放在锅里煮熟了，这就可以了。它一个粽子大概我手臂这么粗，从这里到这里，然后一个粽子端上来，它用芭蕉叶包上来，端上来的话要把叶子打开，从中间用刀切。你如果一桌十个人吃的话，它就切十瓣，那一个人只可以吃这么大块的，吃两块，一个人啊，所以说一个粽子是一桌人吃的。那个是广东中山的泸州粽，上过那个《舌尖上的中国》。这是放在以前我小时候吃这个粽子，白粽子那边都放半碗白糖，然后放半碗蜂蜜，筷子插到那个粽子里，然后放在白糖里面搅，这样子的粽子才是最好吃的。然后咬一半，哎，白糖吃完了，再拿去白糖里面搅一下，那个才是。蜂蜜蘸白糖的终极吃法，不过现在呢，他吃不来了，太甜。现在粽子吃完了，然后这个粽叶就可以拿去贴在没吃过粽子的人身上了，贴在他的背上，然后他走出去到处走，别人都以为他，哎，你刚刚吃过粽子，粽子又没吃，粽叶贴了一背都是。这里是两个肉粽，刚才拿出来有点烫，然后我们现在剪开。你看这包的多紧，绳子都嵌到那个粽叶里面去了。肉粽的肉香味非常浓郁，一解开这个粽子就感觉到了，而且非常粘手，全糯米的。香菇跟肉味，好香。肉粽出锅的时候，还是不能放在那个高压锅里面泡太久，要马上拎出来，挂在这边沥水。如果泡在那个糖水里面泡太久的话，水会回流到粽子里面去，马上要捞出来。吃咸粽吃的不会怕，就是不会腻。吃咸粽吃的会腻，这个粽子真的包的非常好，味道也下的刚刚好。自己包粽叶，把粽子打开，手上是有点油的，要拿个碗，把粽子包完放在碗里，拿筷子吃，这样子干净、卫生一点。不用再洗手，因为这糯米很黏啊。洗手的时候还要多搓几下。哇，这个不开玩笑，当饭吃完全是可以的。晚上宵夜啊什么，做点心吃个两三个，非常满足。好的，那今天在同学家拍福州传统包粽子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订阅、点亮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拜拜。